这冰枪，我靠，从天上掉是吧？你真不是个东西啊！我右边还有一个，哇，哥们你搁这玩 MC 呢？就这？嗨，就多练，玩不起就别。你好。好，那这句话声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啊，冰车很爱戴夫的像素肉鸽。那上期视频我们戏耍红眼通关普通模式之后啊，很多同学都表示啊，没学到技术。今天啊，咱们来挑战一下极难模式，再配合好作者更新了很多新内容啊，肯定有非常多喜给人啊，不是，肯定非常好玩。那和普通难度一样，左边是咱们的屋子，右边是草坪，咱们在一边战斗的同时啊，一边种金盏花攒金币，每次过关呢，都会获得一个植物三选一的机会。那这次就绝对是你了。阳光菇。第二关的话呢，夜间会有这个车杆跳，这是什么？这相当于一个机枪呀！你没看错，机枪二阶机。好、啊，你好，特立独行，没事啊。车杆来了，车杆来了没有用？哎，哎哎，来，直接秀他，根本就碰不到我，便宜！哎，错了，错了哥，哦，哼，我错哪儿了？从底下上，但是你上得来吗？我就想问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这两个撑杆就是这些僵尸都在最底下是吧？哼，那你就要完蛋了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走位高手。翻不过来啊！哎哎，大哥，有刺客，你在哪刷的这僵尸？救一下，红温了，红了，哟、哦，哎，红温了，哥。草坪上你种啥花盆？操！谁让你说出来的？本来大伙都没注意到，你说出来大伙不就都知道了吗？为什么向日葵不放在楼上？这指挥官岂能退缩后步？这指挥官必须要上前线啊！哟，这墓碑又怎么样呢？啊，你看我直接给他堵里面吧，你别出来了，你最好别出来。哎，这僵尸一出土，嗯，左右一看，我靠，什么情况？你就说他玩的难不难受吧？哎，这路障傻了吧？啊，你是谁？不是，哪来的？哦。这还有个墓碑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怎么感觉变成我的植物被僵尸包围了呀？哎，不是我包围了僵尸吗？哪里出现了问题啊 ？OK， 幸运三选一，高坚果、墓碑吞噬者和萝卜伞，那肯定选吞噬者啊。咱多买点这些秘籍，等后面对应植物一出，咱直接选，那就是直接起飞。干什么呢？两个老弟，快吃我啊！来吃我！啊啊啊！哎哎，我靠，什么情况？啊！什么鬼？看到我一愣一愣的。俺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为啥不是猴子呢？不对，这不对，他把僵尸推过来了。哎哎，这杨桃，我靠，害我啊！你在嚣张什么？啊啊！突袭我！哎哎，哥们，还没死，醒醒！兄弟，刚才呀，只是戏弄他一下，让他以为他能单杀我。实际上，我下面都是我兄弟。微信响，微信就能影响我们跟僵尸战斗的步伐吗？女神来消息了，放弃我们的草坪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们身为指挥官，我们要有指挥官的觉悟，不能动摇。下播了，回女神消息去了。卡槽，哎，猫尾秘籍，这个买一个猫娘。啊，猫尾秘籍是把我变猫娘，原来我是猫娘，也行，也挺好。要不然呢？我以为是僵尸变猫娘。OK， 然后我们这个猫尾会自动一直攻击并锁敌，还挺好。想了想，还中了盆。之前中盆那是咱们大智若愚，简称弱智。现在中盆那是大愚弱智，还是弱智。我警告你啊，再说我生气了啊！这个图是新图，这个图之前没有，这是在一个列车上。那咱们还是老样子，金盏花起手，杨桃从下面，僵尸出来了。啊！你刷上面，你。我的子弹方向是否不是很符合我的认知？这是什么风？能那么大的劲儿，能吹成这样？把我的子弹。右边的僵尸说很安全，植物很傻，子弹打不到。左边僵尸说操，风那么大，僵尸也会被吹得乱跑。我操！哎，你这样炸的吗？你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哎，你人才呀，这个小丑啊！逐渐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对了起来，我只能这么说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也只能守下面了。虽然说我们这个遭遇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展开，但是至少现在还是活着的。阳光差一点没种出来，高坚果守住啊！下面车把显示器吃了。有一说一，这不是从上面出来的，从这个洞里下来的吗？这波我不吃。
什么癖好？操、哦！妈的！你他妈真该死了！你他妈的！我们看这个反弹的角度啊！僵尸进来了就都打到了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现在都打到了，有没有道理？我靠，巨人，等着这个巨人过来啊！来来来，都来，都来，都来！